欢迎回来，我是主播小，我们俩的故事还要从很多年前说起。 你什么点？叫肖总？过的什么日子？要不，先把微信加回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原来这么在意我？我喜欢你，喜欢了整整8年，但我宁可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这么多年。 我一直追着你跑，我追着他，我已经厌倦了。其实我这么说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我时常会想起来的人，就是你。我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 时空胶囊里面，其实我放了一份愿望清单，里面写了好多好多我想跟你一起做的事情。对不起，走到你身边，花了8年的时间。我想跟你说，我也不想放手了。